我要操你妈！哎呀，懒得喷。我操你妈！哇哦，sakura team，我这，哎他妈的红猪，几巴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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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你妈！操你妈！我宣布，不是五十发出的，全部都是傻逼。好，红猪是第一次樱花活动的那个皮肤，这三个都是樱花系列的。但是呢，红猪这个皮当初上架，2021年的时候上架是，只要25000活动币就行了，25000，对你哪怕你砸钻只要2500钻，这两个皮，哎，这两个皮不行，这两个皮就放到他那个死妈钻盘，哎，爆率又贼你妈了个逼的低，你想直接出，哎，你得10000钻，好吧，你想直接砸你得10000钻，操你死妈！哎呀，红猪还没樱花武器，看，哎，我想配着那种白武，哎，这俩就有，这俩都是有。再来倒是有樱花武器，跟白武一看，白武差不多。二十，你吃大便去啊！哎，鸡脖也是，鸡脖也有樱花武器，跟白武一看，点错了，是这个。该说这玩意还是白武好看，这玩意它还是白武比较配，真的还是白武比较配点。是抽出的，你也死吗？好吧，全部死吗？啊，警告了。我操，操管，我错啦，操管哥哥，不骂啦，我操。我操你妈！Leave your words for someone who would listen. 我操老大！哎，耗不过他呀！嘿，这个爽！哎，用错招了！哎，我应该中踢的，我操，我傻逼了，弹了。哎，鸡脖不好打呀，鸡脖下盘太空了。鸡脖就杰特心怒啊，他身位那么高、啊。
哎，打不了，打不了。这基博就是杰特心怒啊！基博这种下盘空的，就是不好打杰特呀，顺冲了。打不了，基博就杰特心怒。我操，基博不好打呀，基博打不了杰特呀，这能怎么办？直接裸放，哼，这中了，老大。哎，这没满！哎，这红猪吃大便去吧！我要骂了！哎，这没滚出来！有蓝了，红猪，红猪现在是可以保蓝的，知道吧？保蓝你可以，你保蓝可以裸放。开局你得裸开个大，你可以裸开个大，你把出你也吃大便了，你单抽出你也吃大便了，我宣布，只要不是五十抽，通通吃大便，通通吃大便。裸放，直接裸放。直接打拳，有蓝。有蓝，这个距离安全，直接操！哎，不站着就越过去，你妈！你妈的！哎呀，落后摇！哎，这卡，这卡！这扎到你妈的！裸放，哎，红猪真心怒啊！哎，红猪，好像个奶，没事。哎呀，红猪啊！哎，还有个啥？我还有个啥？我还有个啥，哦，他还有个老大，还有个熔岩，这两个也不好打熔岩。小王，哎，欢迎公主，杰特新皮肤。哦，你知道那个，我这个不是新皮肤啊，我这个樱花是去年的皮肤。他再不开局喷火就行。好，开局喷火，那就给他了，那没办法。啊，开局喷火那只能给了呀。我红猪开局没办法打的呀，我就只能赌他开局不喷呢。他开局喷，那就给他了呗，那怎么办？他开局喷火，我抢不过，开局喷我只能给了。杰特也是，杰特这我再赌他开局喷火，开局喷火直接一个飙过去，开局喷火，哎呦，忘了至少，好吧，吃了。打老大你是不能那个啥，打老大你是不要那个啥的，哎，这个卡，打老大你是不能那个什么，我说什么？哎，这必踩火，这没办法。
呀，这个爽！要上瘾砖啊！这个是硬后摇。哎呀，这个爽！这种时间，过几天，过几天，再战。我阵容太差了，我跑了，我这个阵容我不得再战了，我这个阵容太狗屎，我这三个樱花呀，三个樱花，不好再战，这回是我丑剧了，这回轮到我丑剧老大了，すみません，我阵容太拉了，主要是。这三个都不好打倒车，但遇到倒车只能顺从啊，没办法。しかない，真只能顺从，没有一个好打倒车。不玩，我今天主题就是樱花队嘛，你看我这三个。啊，不是月初没人了，月初只有老大。我操！我他妈我不惧他在战，现在哦吓我一跳，我以为 no but shadow， 别用铁甲，用铁甲就给了，你不用铁甲就行，用铁甲，哎，懒得喷，懒得喷，一坨啊！哎，那就给了。你他妈都用铁甲，我只能给。你看给了吗？哦，送盾了，给了。哦，不给。哎，我操！我傻逼！我傻逼！真打到。打拳，大不了你开暗影嘛，开暗影给啊！哎，给了，你只能给了，你只能给了，顺从啊！这克制啊，这 counter 只能给了呀，这没办法呀，顺从啊！你看我这三个有一个好打铁甲的吗？没有。玩的是狗屎队伍，折磨自己。三坨呀，也不能说三坨，杰特基博还可以，但是不好打，这俩打不了倒车。你看这个上机，这个上机是哪个脑残想出来的？这么脑瘫上机。我是真想问哪个傻逼能把这个上机搞得那么又性能又好，又他妈又能又有，你看嘛，我放了，算放手一搏了，乞丐奶奶，这我打你妈呀！我操，这我打你妈呀！顺从啊！哎呦，我勒个洞！哎，得亏这人够猛，好吧。啊，这狗屎队伍，我打你妈的！啊，还选个老费。我剩下一个白骨红珠，我只能给了呀，一坨大便了。哎，但是我有危险边缘，我可以开局直接 A 打断。哦，他基博下盘空，他也知道。没了。哎，哎，怎么卡、啊？你妈的，给了呀！我这三坨大便打屁、啊。这炸不到吧？哎，这炸不到，浪费。哎呀，这个爽！
哎呀，这个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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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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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开局他肯定下机，他以为他以为我会平 A 在摸他，他肯定下机。我后侧摸一下。这招啊，你妈那给了！我打拳呐、啊，你牛逼，顺从了，给了。啊，踢死了！这敢摸地板打拳啊？那给了呀！我操，我以为他会断招的，这给了呀！我这输了也没事啊，我这阵容太烂了，这已经我尽力了，我操！给了呀，杰特，红猪心怒啊，呸，说反了，我他妈倒反天罡了。红猪是任何人的心怒。哦，他是，哎，被信息差了，弹了，被弹了，被信息差了。我操！哎呀，这个死了嘛！前有哪个傻逼想出来？哎，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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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给！哎呀，杰特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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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了！哎呀，杰特，我的天哪，杰特！我的天哪，杰特！哎呀，这真给了呀！哎呀，喜欢我上机的死吗？神位吗？给了，西格拉奈，给了，给了。好好的，我这个红猪有点小康特铁甲，还可以挣扎一下，用红猪换个铁甲是不亏的。哎，我操他妈的！铁甲玩家没了这个鸡巴上你是死吗？还怎么地？我操你！我骂了，你看这个死麻上机，我懒得喷。啊，这杆大，这杆大，无敌了，无敌了，孩子，无敌了。我真的越过去，哎，你有种你就打，哎，我有防暴击，你怕？哎，打牛魔呢？打拳，冲啊那个啥，上级打呀！哎，剑呢？别叫，别叫，别叫！主要是红猪拖后腿了，红猪拖后腿了。这来这头就这头狗屎，这个肥猪，这个废物，这个他妈的，性能没有伤害啊、哦，伤害倒是有，伤害有，那就给。Ikimasu yo。打拳，走鸡，不走鸡。一 K 吗？死油！哎，这个爽！哎呀，这个逼！我裸放，哎呀，这个爽！你恰哪？哎呀，这个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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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个爽！哎呀，这个爽呀！我赠你妈妈了个吻。哎，我被信息差了，我都忘记了。现在高分也是有傻逼带敏捷的，好吧？我记住了，这里是敏捷杰特，好吧？Remember。敏捷。啊，前刷呀！我操，杰特前刷，给了。不，这摔不了，你妈的！安全打铁。哎，杰特给了。啊！我操！哎，这打到，好。烟花喷到是有大优势，真的。贴了，放手一搏。这只波都谁干谁吧？身在上卡起掉奶，我来我带你哥，你哥都信你。起码这又一次的存在，嗨嗨嗨嗨，你个啥奶油？你个啥奶油？别想跑！你个啥？奶油，哎呀，这个爽！哎，这个爽！哎，哎呀，这个爽啊！我这你妈！你妈的空手哥是这三个里面最恶心的，这死妈死妈铁甲，这逼铁这扛头三个角色全扛的烂了。你看，我找到他想上线，我就力回嘛，顺从嘛，这么喜欢上机。哎，这个逼后期，这么冲啊！哎呀，傻逼铁甲，我骂了。铁甲这死妈角色，哎，电量不，哎呀，操你妈，断处了！想放手一搏，想放手，哎呦，能操作，还能，这样呢？这样呢？插个电，插个电，电不够了，操你妈的！老费，然后开局下扫毒我平 A，因为下扫他妈鸡巴下盘是真的垃圾。开局我信不信？我开局我直接一个背刺，我直接一个莫拉特。行，哎呀，这个帅！哎呀，这个帅！操！没事，能打个斜塔，打个斜塔不亏，不亏。啊，亏了，死了！哎，我本来想开钢影把它炸出来的，我操！开钢影把它逼掉管蓝，还算好说。开局扔个标哈，开局扔标，老费只能顺从了。老费没有招能打开局扔标的，开局扔标，好顺从。哎，我操，这来几，你妈！哎，不要不要不要，大妹！哎呀，他就是我们的杰特。后果。
你这样啊？哎，这不开个盾那个啥，这不炸我一下呀、啊？还能拿点血？为什么？几十伤害不是伤害啊？这不开盾啊？你妈的，会不会贪啊？啊！我要使用那一招啊！我要使用揪影教我的那一招，我要使用那一招。给你个手，快点！我啊！哎呀，这个爽！哎呀，这个爽！哎呀！哎呀，这个爽！哎呀，这个爽！日架呢？哎操！哎，敏捷，王朝人不行啊，王朝人不行啊！哎哎，不要不要不要！但是我们杰特玩家就是被挨打了，我们杰特玩家就要悍死上机，这就是我们杰特玩家。你说对，杰特玩家。放手一波！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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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的！我真你妈！我真你妈！我不管，我们杰特玩家就是上级焊死。我操，让他折到！哎，你妈！你给了，他不敢过来，他不敢过来。有蓝就行，有蓝就行。还打到一下，不亏。我操！不是这能？哎，红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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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屎！红猪，操你妈！红猪啊，狗屎！哎呀！废物，红猪，操你！狗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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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屎啊！谁玩红猪谁傻逼啊！我就这么说，包括我。红猪这个废物觉得没救了，红猪就是大便了、啊，操你死妈呀！你看你能拿杰特怎么样啊？你顺从，你只能顺从啊！你什么都做不到啊！操你妈！哦，这个逼，这逼蓝喷，他肯定先上这个杰哥，上个红猪把这杰哥消耗消掉还行。I hope you're getting plenty of calcium. Your bones are in great danger.我操！怎么断触了？你妈的，没事，问题不大。哎呀，杰哥玩家真是死妈了！啊，也不能说死妈，就是纯。哎，不骂了，好吧？你都玩，你都玩，割当骨上啊！那你的家人一定过得很滋润、很幸福了。我也说不了什么了，我顺从了。
没有啊，但是你不能裸开大招啊，魔眼烟花你得，哎，反正就是五天赋那两个都半斤八两，没什么，哎，懒得喷，我个裸放大招。哎呦，这个后继仙人！哎呦，这个后继仙人，我这完美处理。有后继。完美控制，我操你妈！废物红猪吃大便。哎，刚好他开不出来那个啥，放手一搏，哦、放你妈了个狗！你这样呢？ Don't hold the grudge, all right. 还肯定加戏，虽然我的评价是两个都大变，红猪本身太垃圾了。木达达加奈，还有加倍，还有加倍了吧，老弟？我操！哎，跳蚤，跳蚤！你以为我要？哎，让！哎，老费，操！这人不吃压力啊！你妈了个臭逼！我操！我一个翻踢过去，你没有压力吗？我满蓝了，你不怕我直接我你不怕我直接胜利劈斩吗？操你妈的！这样呢？You are not worthy of this blade. 因为我要凑樱花队，知道吧？别叫，我要凑樱花队，我要凑樱花队。感谢海绵小丑。他妈的，不这人不上的，不上那个啥，不上那个啥，不上那个啥，不上上那个，杰哥了，长教训了，不上杰哥首发了，牛魔。右后击。哎，王超人懒得喷，王超人，王超人全部死全家，王超人死全部死全家，全部死全家，王超人。真下贱了这角色！直接裸放！这敢打拳，你无敌了，孩子！哎，这没有。真没判你，我笑了，哇，算重了，我的天哪，红猪你无敌，我操，红猪，哈哈，我的天哪，红猪，伊来西吉，隧道，哥哥，西吉 ，I'm a super hero， 看到的画面。我就鸡巴呼呼的，哇吧，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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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变成没得电压了，我那耳机里没了黑了一些，邻居一对十指不可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我操！大高频攻击！哎，懒得喷。懒得喷。妈，这人留的杰哥哦不，杰哥不保底那我。I hope you're getting plenty of calcium. 开局我在飙起手。哎，怎么插出来我？我操，这就感谢下机。牛逼了，死不了，还下机，牛逼。这打不到，倒车十秒赛必须得倒 ，I have no choice。不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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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喜欢跳，不跳了不跳，你他妈不跳那就给了，不跳就给了，不飞踢就给了，他妈的顺从，这不打就给了，你妈的，不打就给了 ，What can I say？妈吧哦！这打不到，裸放啊！你无敌了，孩子！你抱摔再放不就行了？躺了。我就平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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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哈哈。哎，这个爽！狱卒，不连连勾吧，不想连，不想连，不想连麦。我去老费，他肯定以为我要动开局下机，我开局直接后撤强引，信不信？开局后撤强引必中，不中我就当场。哎，叫我小丑，开局后撤强引。哎，他停了，停了就好。哼，你妈！啊，不是。我操！没事没事，我有那啥。大铁大师！哎呦我操！哎呀这个险！哎呦这个险！我去，暗影卓越，我爱你哟！我真你妈！我这这个爽，这个爽，烟花不带了，我没有带子午，没带子午代表什么？代表着大招收益不是特别高，我就带无敌了，无敌时不时来裸开个大，还能有奇效。对，激活性皮肤是的，不连麦连勾吧，吃大便去吧，董昌。那时候呢？那时候吃大便去了，快点！我师姐呢？不许说 SL， 不许说死了，你说你就是猪头，好吧？我不想听到这个答案。吃大便去吧。
记了，吃大便不行，反正不能跟这个意思有关。你说你就是猪，吃大便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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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你妈妈，我操你妈妈。吃大便去吧，吃大便。我操，真没人啦！你妈的，月初都死光还是怎么地啊？一个人都没有，都不想月初冲分是不是？感谢狡猾的小丑。对啊，这游戏什么时候火过？你这话说的，这游戏就什么时候火过？连麦连麦，好好好，连连连连连连。那你开嘛，那你开嘛，来连麦吧，来吃大便，吃大便去吧，吃大便去吧。哎呀，谁呀你？吃大便去吧，吃大便去吧，吃大便。我真你妈妈，我真你妈。妈我真你妈，我真你妈的，真你妈，我真你妈。尿疼，尿疼，别叫。啊，喜欢我是不是国服红猪？我操，白五红猪穿山，其他人能做得到吗？其他人能做得到吗？你成功的击看到了，让我看到了红猪不可能的一面。其他人、啊、我都没想到，其他人做得到吗？你是他妈怎么没打到和尚暗影的？我也不知道，这他妈红猪这个，我明白这个道理。我因为我之前一直都觉得这个红猪他这个大招初判定很晚，在打到地之前被打断。都没有伤害，我现在明白了，他妈的这个逼他不是武器判定啊，他是对地判定，他是对地判定，就是武器模，他主要是武器的模型碰撞判定。懒得喷，我操，太挡眼了。你看见没？刚才看，我操，我贴脸啊，贴脸，这个和尚转动没打到啊，他妈绘图二代啊，这个逼没有对地啊。伊莱西基，水桶红猪那个，他反正现在 S F A 很多东西，他都是那个红猪的胜利片，就是以武器判定为准的，他那个特效是假的。你说对，但是喜欢我红狗花招吗？喜欢我红狗花招超强判定吗？啊，那个是花招没有给判定上这一轴，就只有碰撞。但是红狗花招比他妈红猪花招好用，红猪花招还是最垃圾的，我操，一坨屎。红猪花招看情况吧，毕竟以前那玩意儿前摇太快了，主要太慢了，他这个打点还高，他前摇在，我这么说吧，以前太快，现在太慢，搞个居中，综合一下，那个前摇差不多了。他现在那个死妈前摇，妈的个慢的要死，吃大便了。反正你说我现在我开那个能不能匹到你？那你开呗。那我先开，那我先上个号先。我直播间把声音关了，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听到我声音。哈哈，哈哈，哈哈，我的 fire 叽里巴拉巴拉叽，看不懂不看。其实比起说是月初没人吧，倒不如说是我们分结算结得太高了一点。哎，你比到人了。我操啊，2800我不是狗都能上吗？这算高啊。结算啊，这是。结算也是狗都能上，3800、3300不是狗都能上吗？我他妈3100结算，他妈都是2750，你说呢？现在这个基本上很多，基本上这个都是那啥的。哎呀，这个没有基博没有对地判定啊！基博皮呢？能打击那个杰特下击？哎呀，这个爽！只是打不了杰特下手。哎呀，这个爽！哎呀，没有对地的来了，没了，没了 ，station。所以说，基博其实说是下贱王车人吧，但是对啊 ，QQ 啊，我在跟左上私聊连麦。就 QQ 连啊。我要使用那一招了，我要使用揪影的那一招了。哎呀！哎呀，这个爽！哎呀，这个爽！哎呀，这个爽！也是风来的这种。哎呀，这个爽！太要难！哎呀，这个爽！哎呀，这个，哎，断出！哦 ，P
苹果不行啊，苹果。你妈了个臭逼！这他妈能给吹踢掉了，这个。哎，不对，我没有种子啊，我开着干嘛？喜欢喝就吃屎。我操！我插电的原因嘛，我插电完 UID 啊，你去搜 B 站 UID 怎么看不就行了 ？UID 都容易看了，我操，虚化狗。靠，就是 UID。哎，我是真的有点无语啊，这个插电就容易断触啊，这苹果。请问你说的 UID 是不是考级的对战嘛 ？UID 是 B 站那个嘛，这不一样。说真的，苹果它这个很容易，那个什么插电的时候玩很容易断触，你不插电就是屁事没有。杰特伤害没砍我，杰特伤害没砍我，这个是叠，我带的是蓝武，叠不了和鸣，就是太难保那个和鸣了，所以杰特没砍过，杰特还是硬件，杰特砍了那么多刀。先是从我真还真皮到、哦、你要上哪个你先说真的啥红烛吧红烛好的红烛好的哦对好的群已经开了进群行我先挂这个ちょっと待っててください My schedule is win this fight have a snack later 我真你妈我真你妈哦对啊你们在直播间听一下是我声音跟他们声音差多少啊因为之前有人说就是连麦的时候水友声音太大了然后就那个啥我这边我连话都没说呢逼逼带来妈的左仓的逼呢左仓不动了操你妈的我他妈还在进呢我他妈还点呢你他妈给我来几下我给你两什么给我点能量裸放哎操你妈哎呀这个闪哎呀这个闪所以左仓撞到我操！哎，你他妈有问题！哎，你是喷烟花，膝盖耐！哎，这个是，哎，被连了！哈哈哈！喜欢我的唐氏烟花吗？小猫，我喜欢，我喜欢，我非常喜欢！哎，吃大便去吧！哎呀，这个爽！我要喷了，我要喷了！要喷了，好。现在，哎，他这个二段有追地的，二段有追地的，多人吵啊，多人吵，多人吵，那我再调小声点，我把这个，对啊，真的是，对啊，真的是人吵了，这些。多人吵，我调，把我减25分贝啊，刚才是减15分贝，现在呢？我现在减十五分贝。没开直播间啊，没开直播间，你他妈的现场是。啊对对对！他妈的，我天哪！你大脑肥了！我要使用那一招啊！我要使用那一招啊！我这……哎！哎呀！哎，高教不说红猪这个墙角压制力还是强，我操他！红猪墙角压制力还是有的，但是……但是。现在哎哎这个逼判定哎好帅哎呦没压力好我这打拳哎没救了顺从啊红猪太垃圾了来局，我现在打的是，我在打段位呢。你他妈打我多少人？你他妈打掉我多少人？然后打掉我一个半，你跟我说垃圾？啊对对对，我你傻逼吗你？啊对对对，我是在打段位呢，左仓那个 BG 我而已。现在除了他那个拼刀可能会弱一点，但是他那个身位还有他那个，也主要是平 A 好用啊，也就这个平 A 能爽了、啊，也就这个平 A 能爽了、啊。平 A 也就那样。哎呀打拳小猫我去这就是我们杰特玩家我去这就是我们杰特玩家我去我们杰特玩家都是这样子的你怎么知道我们就是上级汉死下级汉死我们就是要上级汉死代表现在特别弱红都现在其实也还行毕竟他那个机子还是死我的评价是还是死还是大B而且红猪其实是非常不适配那个军团后踢的没啥用
我真。晋升平民化龙女王。我操！我去老马引荐呢。龙女王枪手挺好用吧？你他妈在讲什么？踹下来。我去。哎。哎。哎。双重啊。哎，你给路，你给路。说实话，我总感觉哎，我操，我断吐了，没按出来第三线啊，第二线啊，操，弹了。哎，这个爽，哎，这个爽。哎呀，哎，我这，傻逼吗你？傻逼吗你？我这，假压力我你。啊，操，懒得分。哎呀，这个爽！我真打了，我真打了，你开嘛，你开。哎，我要盾，我要盾。我操，你给鲁！哎，阴间呐！我去，狗运！我使用，我操！哎，给了给了，给了，我以为人家平 A 的，我要使用我们杰特神力，我们杰特的高贵生物。我要使用我们杰特高贵的那个啥。我那么大的优势让我平 A。没事，我是鸡脖啊，我是击败，我这个皮肤是。大家好啊，我是东方击败。哎，是他吗？前滚再后滚，你就滚吧，我直接下击。哎，我没想到我拼到，我这，谢谢啊，我这，哎，阴间老马死妈啦，哎，你后防，继续，躺了，哦，我就踢，哎，死妈啦，贱呐。阴间啊，我打拳啊，别杀我，快投，快放水，不要杀我。哎哎，你们不要杀我，我这样。哎，这个贱啊，我要嘲讽啊，我要嘲讽啊，这个贱啊，玩这种阴间啊，我要嘲讽啊。你还要跑路是不是？哎呀，不跑路，操你妈的！左仓这个。哎，老马真赢，死妈呀！老马没有反应，就是难打呀！我操！横多。我刚才说的老妈，我操！不是你他妈想压力我是吧？我让你白给啊！我操你妈的！反正老外听不懂。傻逼！你扫码，你角色压制啊！我玩的都是阳间的，你玩那么阴间的。我操，真的打动了。哎，你妈了个巴子，我操，我打拳，好的，我操！哎，这红猪没救了，大便。喜欢跳。哎，你妈，死不了。哎，弹了，我要嘲讽，我要嘲讽，操你妈的！我要嘲讽。考级就是喜欢附身拼刀啊！我要嘲讽，我要嘲讽。哎，红猪还是有加强啊，像都是加强温之腿。大家说附身稳健一点啊！左仓一直怎么附身？哎呦！我操！完了，是的，还没死。你这墙角，我直接一个打铁。
whatever cave you came from. 你好像有盾。不对啊，还有盾，所以你开局你倒车吧。哦，好的。没办法呀，有盾四个人都会倒，傻逼才拼到。那我傻逼了，那我傻逼。哎，你自己最好用盾，怪我了。那我要是还真给你盾拼掉了，你。哦。拼掉了。我真，哎，这能破呀？这能破呀？啊？这个第二段没打到啊？我去，杰特啊！你说对，但是就是我们杰特。哎呀，这个爽！打拳！来不及，哦，但来不及，但是。我操！哎呀，这个爽，这个放手一搏，这个放手一搏。我刚那地方不应该这么急，怎么干？哎呀，杰特，杰特大人！我去无敌针！哎呀，这个爽！哎呀，这个，哎呀，这个盒子太烂了，我这是忘了。哎呀，这个爽！哎呀，这个爽！说实话，杰特这个钢管舞这个无敌针，如果是博弈铁甲的话，他们一个上级可以直接给他薅下来。是，但是杰特是钢管舞还是烂呢、啊？他这个只能拿来赌对面不会应对，太拉了这招。我要使用那一招。打下来不？哎，蹭到了。上级，我操！一个重击上级直接把他飞出去。哦，爽！舒服的很。哎，五五，血滴没了。哎，老马，引荐。哎，爽。好啊，那挺好。哎，你妈！给了，给了，给了。哎，这不行啊！这有时候我记得这个有概率能躲的。哦，哎。哎，这个是个糖。有概率，有概率。哎，操！屎！哇，王朝停机！我去，王朝都骂呀！王朝这么下贱，王朝都骂。王朝停机这硬件。杰特子午不好吗？为什么不玩子午？因为我在玩樱花队呀、啊！你没看我带的都是樱花武器吗？你要不然为什么杰特我红珠要带白武？也就。杰特之舞不差的，他保下线啊，相当于保血量、保伤害，不弱的。他这个是他的面板均衡发展呢、啊。那你是说其他的面板就不均衡？你就是看，你就是看板烂，还是糖？追、哎、击了。懒盆。追击了。哎，我这算丑了。哦，哎，差一点，那个盾就出来了，好险！哎呀，这个坠机！哎呀，这个坠机！哎呀，这个喜欢乱动，还想抓！哎，引荐啊！我这，哎呀，这个是你妈！哎，没事。我去，我那是有合理、有预判的使用迂回招式来插合对手的攻击，他那个叫乱后击，他那个叫仙人。我这个能一样吗？我这个能一样吗？哎，我已经太乱了。暗话直播间，你们听他们这群逼的声音，很大声还是很小声？都他妈听不到，我逼逼来了。哦，听不到，那算了。好的。我操，王朝跳不过去，懒得喷。哎呀，这个运。现在。罗放。现在他们听到我的声音，好慢，那个声线。别破，好，我没意见。没意见，你没意见吗？哎，我这，科目啊。
我这懒得分小声啊，小声那就这样吧。欠的那个破防还是还了啊。红猪其实红猪不行，红猪也就一个重击，也就一个重击。现在我觉得后期还是弱，后期有时候抢不过呀，后期，哎，反正就这招，我觉得也。你本来出招他妈就是要有一定风险，没风险，你他妈是双血，一个在打格斗战什么的，本来就应该有风险的，才他妈是格斗。你一直抢，我操你妈！哎，我附身还要能把他一顿打，哎，我附身还能拿，相比他还是。啊！哎，这劈不到啊！还好。好，现在这个。我操！那招我要使用那一招，哎，我不用。哎，没事，这招也行。踢了！哎！哎，哦，爽！裸放枪，哎呀，这个爽！哎呀，这个爽，裸放啊！喜欢我，我这是把，哎，反正我今天裸放强也中了好多次，好爽哦！尤其是杰特，我操，裸放杰特强。你猜为什么能中？你猜为什么能中？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他现在这个。My schedule is win this fight, have a snack later. 很难摁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事，我的那个他是调过来。他那个上跳，后滚、前滚都没。坠机了！我要使用那一招了，哦，爽！发现他现在没有以前灵敏了。哎，这，哎，王朝人懒得喷，我就要 A。哎，这劈不到，这个，哎，狗运，哦，刀变脸了，一秒变三次脸。哎，他妈的，基博这个后期我觉得使用率最低的，我操，后期好拉呀，还不如。为什么我一直不用啊？你这左仓刚为什么不直接下梯给他弄死？对啊，你在这装，摸一下就死了。你哪怕上机一段也行啊。死了，还不是死了？你就说死不死嘛？那你还挨了你？哎，怎么回事？我操！我该怎么收住了？我收住了。我没把这些都收住。什么东西？杰特那个新的蓝的。哎，这个运，哎。对，那个蓝的感觉特效还挺好，特效确实不错呀。主要是第一个，哎，我就要中踢，挺新颖的，挺好看，而且它除了那个，它因为是蓝白，所以和它配色上有点像，但是蓝色。哎，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我操！别杀我！简直是完全匹配。别杀我！哦。要么是跟对神，你还是挺好看的。别杀我，没意见。要么跟谢谢。哎呀，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真他妈的，你他妈！别杀我！你裸放枪瘾呢？我去，我今天真爽！我操，我他妈深得揪影真传。虽然说揪影是传自于你的，但是裸放枪瘾好爽啊！你他妈的，你还传身上了，你还传火上呢？好爽。建议把红猪换成凯特，然后演示一下裸放枪。你说的那是我要玩樱花队啊。他现在凯特近身裸放枪影真的不好躲，因为你只能上跳躲，你前跳挨打，后跳你躲了也是对面还能继续跟你力回，只能上跳躲。前跳无聊不起来，你前跳就是护着，而且还是大护着。他那个跳起来，他那个刀那个边只要插到你那个脚后跟，你就算命中。是的。哎，现在我现在说一句话吗？以后赢了考级就退，因为他妈的，要是再战的话，我会输。这个死妈呀，吃我分啊！做坏的。哎，你跳起来还是会被他打下来。近身的话，只能和他。Another metaclown， 另一个哎 meta 什么意思来着？另一个什么小丑？最好的话也就只能相杀。哎呦，挺抽象的嘛。另一个什么？另一个什么小丑，这个 meta 忘记什么意思，应该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操！左仓来不来？我和你打两。妈的，三个 counter 呀，
SMA 了。metaclown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语境，反正 meta 是 meta， 你可以理解成国外的百度，那个百度牌。哦，哦哦，那 meta 那个牌就是那个红色图标，那个那个我用过，那个我知道。但是这里对啊，肯定不是啊，那另一个杜盘小丑啊，怎么可能呢？有那个什么意思，我现在说不上来。好，特级想起来，特级小丑，对，另一个超级小丑什么意思？对面有超级，就类似于超级的意思。我没记错吗？红军机制还是抽象啊。你这个都抢不过，哎，来喷！红这个机制，他真的是，哎呦！喜欢后击，我操！哎，这个逼中几次了，无敌了，孩子！今天他妈玩这个红手，每次都要换无敌。这个无敌本身就很抽象，他那个技能虽然说怎么着，他那个哇，好帅，好帅的处理！国服是以主播为什么不用子午？你主播在玩樱花队伍，这三个都是樱花活动限定皮。然后呢，杰特跟季博都有樱花武器，但是这个傻逼红珠没有。红珠为什么不带呢？那你红珠为什么不带樱花武器？没有啊，红珠没有樱花武器。为什么会没有呢？为什么会没有？因为 Niki 死骂了。没有你就不能去把子午改个皮，改成樱花的吗？改。你抽你妈的！你在装你妈的傻逼老马！你去找英雄申请，你去要一个工作的话，你不行啊！觉得好玩，哎，你就是慢慢来，这样搞，哎，关注空间站打了很多年了，啊？什么？关脱空间站，哎，哦，快要十年之约了。好机会！我操，老马死妈啦！无敌针！你看你能怎么办？你能捏这个死？算虫！能捏这个死？你没有吗？我操，红珠那无敌也配叫？我的无敌能脱手移动，能自带爆炸，能频繁开，能回血，能……哎，不想说。不可以吗？接力做坏，接力确实做坏。那你在说什么啊？你开无敌的时候是不是啊？那个技能有是不是有爆炸？哎，打中了是不是能回去？你能自由移动吗？好吧，你我自由移动吗？可以的呀。我操，老马的不用打中就能回血呀、啊！红子这个死了妈的废物无敌可以吗？不行。我记得时候记得那一次那个有一个暗影地块那个有地块火的时候，我操妈都是一直跟那暗影地块太好看了。哎，老马这个死了妈的，这个下机是真的恶心啊！老马现在感觉回到第一波削弱那个强度。没有，你这个时候还老马自从那个老马现在这个强度怎么说？老马自从那次有一次说，尤其是比较抽象的削弱之后，现在我觉得老马。你不能说他很强，但是实际上来说，就目前这个大环境下来说，他可以说很抽象。哎呀，这个后期我懒得喷。是他那个综合实力其实。哎，来喷。我就踢。哎呀，这个后暗影懒得喷。我勒个无敌呀、啊！我的天啊，老马！喜欢我，知道可以前滚躲。别破，好，别破。为什么跳出去呢？我操，老马无敌，还好我是卓越。哎，懒得喷。包别脸呢？哎，这个鸡毛又上跳又搁那抽又搁那，你抽你妈！哎，算了，不接再战，你吃屎了，吃到便去啊你！还有一个。You must be contained. 他可能以这个老费肯定也以为我空下盘想要开局 A， 然后下扫或者下技能，结果直接后撤前引。你这样满着尿的话，你可以直接打中场的话，中场的话，老马去打，老马打爆摔下机，他妈的，
他妈烧饼弄滚出去。不过还好人家没了，真滚出去。支持。喝醉中张飞我。哎，没办法。他的好西瓜奈，你想办法把人家逼出来呗。哎，对，操！如果快速，如果快速得英雄，啊、那个啥，那个啥，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我说什么？信不信我下手，他肯定指定投这个 B， 就这个 B， 这是不是什么好东西？前跳取消是谁要指令谁用最多？我。左仓不要过来抢我，不要布置好的。但是我真的是比考级还厉害。你真的太好笑了。真的。就是开始发现那个打球的时候吧，我一直一闭眼就开始中，我现在看白给的。你的干。你踢嘛，我就来踢，我就来踢。你在干什么？他在他妈的喷血呢。他自己回一下血，给对面也回一点血，然后后面，然后发现对面血比他还多。哎呦，我都不知道干嘛？一回。一回不会。干嘛？一回。小西了，完了，喜欢后滚啊！喜欢后滚，啊，活该！真当，我也放过你。哎！哎呀，这个后跳取消三！哎呦，我操！这个！哎呀，这个牛逼啊！我操！哎呀，这个血！哎呀，这个血！跑路！你之前老早就可以跑路，开暗影去。好了，算了，不算了，不想跑路这个逼。那个地方不开暗影的话，他倒。对面没蓝的时候，你可以回血的时候把暗影放掉的时候你不干，然后对面有蓝的时候你怎么开？那你为什么在站？我不管，我要教训最后一顿。什么？我。Another fan， 可以，他上那个啥，他上老马，好，没事，我不干。人家的道，然后打到后面，你我那个血量还不如。指令头没意见，抢不过啊！哎呀，下不掉！哎呦，我就这样。哎呀，美妙理解，指令头啊！还没，我就说这个逼不是什么好东西。然后代价就是对面也稍微回点血，难打死你要更强。看没这逼，我就知道这个货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是死了吗？贱种！你要理解一下，在那个相子出之后，你的脑子就不会太好。确实，自从相子出之后，时间上来讲是这样，从原因上来讲，我觉得那个啥。就不应该去加这个，不应该加那个肘击，加了肘击之后，他那个墙角他就开始乱打，哎，然后现在打了还没以前那个墙角，哎，没办法，你搁在指令头，你妈已经证明你的妈被狗操死了，没办法，你赢了，你定赢了这分，你死的是妈，好吧？不是，你看出来他那个平 A 第二段要打出来，你在跳什么呢？不是要跳，他在打花球。哎，蓝，哎操，怎么选杰特？行，找到部件都在站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记得考级在战时说什么吗？我要证明这个例子。对呀、啊。一开始说不能打，然后被人家哎，前轮指令头爆出来下地打，哎，然后。本来能管事的局，哎，现在不行，要洗了。
老马在死骂了，操你！老马死骂，老马死骂，真牛逼！墙头被人家打了，然后就人家对，真牛逼！我宣布玩老马的，哎，算了，不宣布了，不宣布了，打得好，打得好，你在飘啊！我急了，满意了吧？那弹幕还是在为烤鸡辩解，虽然我觉得烤鸡的是很多，他真的有时候操作指令头能只能证明他妈也是被。啊，因为他生出来他是被剖腹产的，他正常他拉不出来，他得借助外力，知道吧？你敢说你就没有用天文指引头了？墙角天文指引头啊？对，我还真是剖腹产的，还真是，确实。不是也墙角天文指引头？嗯，这能一样吗？那你的标准明确了，那我发现指引头的时候我用的特别多的，特别是玩煞级的时候，墙角一直他妈觉得指引效应。你敢动就被踢，你不动。你不弄就会被我投，然后被我，然后吃我一个花招。当时我玩经常是这么玩，就这么快。但他对面就不动。这没办法。开始的时候我最喜欢就是翻地。以前这个以前，哎还跳，这动给谁玩死的？那怎么办？我操！我玩这个没有一个好打倒车的呀，他就死了吗？这种还有就死了吗？老马死了吗？老费死了吗？和尚每个都比我的好用啊！你挨打都是你自己乱动。对啊。他裸动机。你就是去那个地方的话，你哪怕是你，我也会操你妈的，你用你妈了个臭逼呢！那个地方你乌鸦跳七十可以解决，又也是几点上了？你可以用得开，对啊，你可以用得开，你会用得开，会用得开，会乱动，小小的命，看看，啊对的，好好。给观众来一波重新准备。不，他直接死了。他龙还是死了。哎，这下去纯息怒啊！而且他很明显是走会瞎动，刚刚那个前走出来他都反应不过来，哎，没办法，尽力了，好吧。这样吧，我刚才平了一段断这个前暗影已经很帅了。再打一把，然后就输了，难道要跑路了？不跑，肯定要跑啊！不跑，你死定了！操你妈！我是烤鸡，你死定了！烤鸡，你死定了！跟你讲，这贱货！来打呀！哎，急眼了，急眼了，烤鸡急眼了！哎，急眼了之后，我还在想，我下一个打得更抽象，然后就输得更狠，然后就骂得更狠，然后破防更狠。我去了，然后在直播间直接开始宣布。我去裤衩的自己。26号还是直播，26号还是那场直播，我撞到他的脸。那反正我铁血他，我放了三次重击，他妈吃了三次重击。这不是这打不到、啊。你和我打的时候为什么就思路那么低，节奏卡那么好呢？啊，然后你和人家打的时候就跟个尝试一样，怎么着你？怎么？爱之深，思之切的下手越狠，都无所谓。妈，换一个内战，因为你给钱了。他妈，我是个 M 是吧？我他妈给钱过来挨打。你中七呀、啊？那个有个那个，你不中七你。哎！我勒个戒律啊！又投，哎，这死了吗？这打不王超人，王超人顺从啊，王超人。我操你！王超人怎么打？怎么打？那你就和他硬拼一件身位啊！哎，我宣布指令头全部啊，雀反指令头全部死吗？有，
王朝人本来就虚。真的是你知道他有老马，那你为什么不开一个鸡脖呢？鸡脖也不，这上个鸡我操都不好打呀、啊！你没点反应，你打谁来打老马都不好使。这是好有地方啊，不是，这是烤鸡自己的吗？这是三樱花，这是三樱在你这。哎，你他妈要干嘛？加多 fight 的折磨自己。你看他第一回他第一回他哦，老马全部死全压，哈哈哈哈，你在装你妈，操你妈，跳你妈的。That was fun. Let's do it. 哎，难怪是 clown 好吧？你为什么？老马节奏就是硬，他满蓝蓝那诅咒全在他手上啊，除非他死。很多东西你要是不去硬挨的，他他妈还是暗影，他暗影战士还。战士其实更恶心，我他妈我战士光速回蓝。哎，你别说，哎，你别提了，你还别说，我去上去。那我不打了。啊，来，只要是我没有监牢，不然我很难说一直建议考虑这个傻逼，他是干嘛？他是一直没管好玩，没管强，他就觉得监牢比不过雷管，但是监牢比不过吧。我上次也说过，然后他自己玩的有点觉得不乐意，哎，监牢那个位移其实比。对啊，他那个位移有说法的，而且你在暗影延长四秒时间，够伤害。然后你带着渴望，然后你跟人家哭哭拼刀，你跟人家哭哭拼刀，你这个逼和尚就他妈后期蓝就满了。哦，对，这个逼不带解除，你不带解除，下期我开了，等三天。我跟你说这个逼啊，很久之前其实昨天其实解了他一次。他我那次赢他过后吧，后面开始就已经开始明确说又做战地回收，直接他们开始战地，我还指定取消指定头。哎，我也有点想挖红珠哎，对，我也想挖红珠，而不是是那个阵地。阵地你很多给人家有意思防的话，你那个阵地最多也就打一点那个阵地伤害。然后，哎，阵地主要能吃治疗，吃治疗之外，阵地就让烟花不行。带着阵地再带无敌的话，烟花就基本无责任了。啊不，加那个大招基本无责任。大招无责，但问题是你也不能影响吧。不是，其实带这个阵地的有一个问题是，你说加西不出来。你抽你妈的！你干啥？加西有时候会出现吗？哎，我今天一开始打的时候，怎么摁那个加西都摁不出来，我不知道。我感觉他这个，就是有一点变了，他这个职业。要烤鸡吗？每次我因为这个问题，然后被他打了。也是，就是手机的问题也点上了。哎，凭什么？我刚刚被我再给大家一个台阶，反正说就尽可能早的力回看一下怎么的。反正我还有人纯胡乱忙，啊，又来抓我，我看一下还有。我现在目前这个版本是。这打不出来，打不出来。对，但是不要说你不立回来。哎，没办法，就不是说不立，没办法，就是、早一点，不要立太久，立的。哎，像那种干嘛？有点屈那种，不要到那种程度，行吧？这种很简单，这种的话，我直接鸡脖平 A 平 T 换个互换打法就行了。那我也会，那我不可能说我附身瞎。我肯定是附身，我会酌情考虑。啊，那我开着的，来一杯。你死妈了！反正就试试。metaclown 用妈的带，操你妈的！什
搞机那边就让他搞机那边就让他按单。你码是码来着？四二二四二一二四二一二。我操！我跟你说，我的阵容怎么打？哎，不对，我的问题啊，为什么要玩什么樱花对吉利巴呢？上分，上分，上分。你都玩这个队伍了，打不过跑，打赢了再继续呗。上分，你怎么这紧的？真的。上分。樱花队你不如开水友赛。上分。对呀、啊。上分 ，Knowledge is a burden. 上分 ，What else is left to do for my irredeemable self？ 上分 ，Widow's gonna love this。哎，一图山猫铁甲，你怎么也玩这个了？我操，左超，你怎么也？上分，我操，经典复刻是吧？樱花上包括得包括皮肤，我是连皮肤武器都是樱花的呀。你选什么？你开就选什么？哎，算了，红多呀，算了，继续、啊、继续吧，我他妈我就不信了，红继续玩好吧？哦，因为我弟我。我这种弱势症，我就是遇到这种直接，就是遇到这种死妈剑种，就是没办法呀。他老老马，你三樱花，你就三樱花皮肤嘛，搞基，你不要看百万武器那个。Can I have their stuff if I win? Chris, oh, what a nuisance. Let's get this show on the road. 啊，有点好笑。无限倔强，也是无限。哎，我宣布全雀凡指令头死全家，好吧，死个全家。哦哦哦。哦呦，操！哎，我操！我宁愿打山猫。哎，我怎么是这个阵容？哎呀，好爽！那就是那就奖励自己一把。奖励自己也是奖励上了。什么？人家怎么是这个阵容？我就踢，操！是、哎、你吗？跳！哎，哎，你真爱。这个近距离跳有点抽搐。哎，我操！来，我操！怎么打拳？哎，山猫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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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玩。考级奖励自己一把，考奖励自己一把三毛君王和衣服，好爽！笑死！但考，哎呦，考级真该用三毛吧？哎呀，为什么这里角色一退过去了呢？哎呀，为什么我跳？妈的，给你一拳！哎呀，操！哎呀，天、啊！我操，进！对。山猫的精锐真硬，你不是有防暴击吗？我没有啊，你忘了我带了啥了？哎，就是防暴击啊！啊，是吗？我忘了。谁他妈在？谁他妈在加蓝啊？哎呀，昏迷一击又触发了。还真是啊！满蓝能满吗？能满吗？会赢的，会赢的，会赢的。我就知道。哎呀！哎呀，奖励！我就知道、啊、这个时候你估计要跑。算了，你们俩，我把麦挂了，我上分。不行、哦，为什么要挂？你他妈为什么要挂呀？你都奖励自己了，你都奖励自己玩什么？奖励自己了，还敢嫌我们烦？你他妈臭不要脸！啊滴滴滴滴滴滴滴，啊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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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那有人。啊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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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啊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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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et this show. My charm is proportional to my success is nine. 投了呀，他妈的三毛打。你他妈的，都说了嘛，我还有心。我去 ，Red， 我去插个线。Red I。我去给我这个手机插根。我去，这个逼阵也不是什么好货色，这也是死妈阵容。应该能不能上首发杰哥？好吧，我用我的红珠换个杰哥血钻。好好好 OK， 你换杰哥血钻。啊，好。你。啊。You seem to be in good shape. 啊。I wonder for how long. 我自己都没反应过来，我操。喷啊！直接开局喷，这个烟娃可以破霸体的、哎，抢不过杰哥就直接开局喷。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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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么乖乖叫？你不叫，我不在。哎，幸亏没提到，提到就惨了。哎呦，这样也惨。剩下一个不会玩的职业，我操，要死了，要死了！哎，起飞！哎，很好的处理，这波红猪处理很好，操，这没办法呀。这个死妈杰哥，红猪被 counter 呀，抢也抢不过，耗也耗不过，我他妈能叠着九层骨伤把他给宰了，还能留半血，还能留管狼，已经血赚了，我操你妈的！哎，我记得在戒律的管你那个早上，罗芳，哎，知道吗？早知道我就开暗影了。哎呀，这个无敌真无敌，孩子。没带货房，哎，跑不对，操！嗨，哎，错了，我打花招。开我！哎，操！哎，想，他想飞踢。哎，给了，解惑，交管暗影，血赚，血赚，好吧，逼他交管蓝血赚了，血赚，海景启动，风族，寡妇就这个月的事，这个月就新英雄啊。你看你那个天赋跟我的一模一样，你说你是彩球小丑，你他妈是小丑。但是之前打内战的时候有。我再来。这他妈坠机。哎，我跳呢。双双坠机。哎呀。哎，跳，这怎么？哎，不亏，你打了个花刀，你打吧，让你打，让你打。哎，这。不爽。哎，跳屁啊，跳，我傻逼了。哎，这个运。你这个是认真的。哎呦，怎么断了？我操，断处！哎，投了，没看我，给了。不是。哎，哎他妈，哎躺了，这断处啊，躺完了，没事，好吧，节奏还在，节奏还在，问题不大。哎啊，节奏还在。你知道我刚摁的是什么吗？我刚刚你刚刚不是摁烟花吗？我摁的也是烟花。要跳一下，跳一下。寡妇就这个月的事，四月份该出新英雄。杰特肯定在回血呀，那个正伤没屁用啊！正伤你暗影打中又不是为了他妈打伤害的。哎，我他妈连出来了我。接下来。哦。好，我已经死了，我买一把梦新的 L。怎么现在？还是死。哎呀，王朝人！我要是军团先锋，他我跳下我摔他了。啊！哎，我操！你他妈这么敢皮！废物王朝人，王朝人都是傻逼，这死吗？这游戏里死吗？王朝人他妈抢不过啊！问题是，哎，放走一波，推波。Leave your words for someone who would listen。我跟你说，红卓哪个方面有问题？我跟你讲，跳踢还在跳，跳行吗？哎，操！哎，哎，铁甲也挺死妈的，干嘛？我呀。哎呀，这个上级是真流氓啊！死不了。你看这个逼上级，铁甲玩铁甲，你十个有九个拿他那个死吗？上级，你说啥？真好玩，主要还是在皮，
不死吗？不死吗？哇，这原来真高！踢脚，就一脚，就一脚！我操！哎呀，这个，哎呀，这个血！哎，这个血，连出来！这个、这人还算武德吧？这人可以，这人再战可以接。上上接，反正今天上分不重要，我都玩这个阵容就不是上不上分的问题，就是来主打节目效果就行。大不了上分过几天再认真冲，今天主要是想炫耀一下我的新皮肤，才玩硬化队的。希格拉奈，再来个重击。OK， 铁甲，铁甲，我红珠算 counter 能打。我应该后上跳的，哎呦，能打。能打。直接怎么打老马啊？直接怎么打老马、啊？操你妈！哎，狗屎！你妈！我猜一局，猜一局就直接给我一个。啊不对，上局才给我一个。再给我！不对，我操，怎么二段 A 出来了？哎呦，这个爽！哎呀，这个爽！耶！哎，怎么在这里操？加的。哎呦，这个爽！哎呦，这个爽！战况如何？输了不输了不少。拉登是我干掉的。哎呦，好狂的名字！哎，我在干什么？哎呀，死了！哎，我是不是有蓝呢、啊？我没蓝，没蓝，我不能开局开大。要不然的话，打这个杰哥开局开大有奇效。开局喷个烟花，喷烟花破霸体。哎，我蓝也差不多，我可以喷个烟花再破霸体，喷个烟花破霸体，然后再开大。啥呀？你也开大？妈的，职业生日，我操！哎，我直接裸放，想不到吧？哎，抢不不抢，抢狗吧。很烦，你妈的！我直接裸放。再裸放，打拳，打拳规避自己，好、哦，顺从，加强阿姨。哎呦，丢判定，丢判定了。哎，哇，他妈，擦屁眼了。裸放、啊，哎，这个爽，狗屎。哎，我操！喷死！哎呀，这个帅！哎呀，这个帅！但是我他妈半身残疾了，我十二层骨伤了，离死也不远。半身残疾啦！还有个老马，我说他老马把我反杀了，完全不出意外。这三个就是老马心怒啊！我真是你亲妈了！气死我了！我挂了，你们太吵了，他妈的！吵死了，挂了。哎呀，这个无敌针跳啊，不跳就给他妈！我想预判个飞踢的。别破！哎，给了，给了。把蓝交出来就不亏，把他蓝逼出来就不亏。哎，这人不会贪呐、啊！我红珠十几层骨伤都一百多血，打几个铁就死了，他不打。他把这一管蓝交了，他后面就难打了。啊，不对，也不难打，他这老马打我这个优势。这人是真大清官呢、啊，我操！阴阳三位，操！哎，操！这种摔倒，妈的！喜欢跳，哎，不跳，不跳给了，不跳给了。给了，打加盾，
我操，这个运！哎，附身！给了给了给了，这没办法，这没办法呀，他开的暗影，瞎干法，瞎干瞎干，他开的暗影看我，我能怎么判？能怎么办？哎，这个破防！操，不破了能不能不能把蓝逼出来的，哎呀不好打，他这个不破我能把蓝逼出来呀、啊、你妈了个臭逼呀、啊、The eye, a curse, and a price for my mistake.哎呀这个急，哎呀这个急，这炸得到，哎懒得喷圣虫，哎老马你死妈了，玩这个鸡巴角色的大火摇，哎呦 My blade will end it all，哎呀，他没反应不过来，他没反应过来。哎，他可以下播吗？主播还没数字，主播就是主打一个数字。他没反应过来呀、啊，他没开出来呀、啊，他躺了。那、啊、今天上三千分吧，现在上个三千分就差不多了。这阵容他妈赢两把输一把的，上个屁分，上分速度慢的要死，而且月初人太少了。正常情况是排个十几秒就有一个人。而且现在要排个十，这个一分钟起步太慢了。太像大妈，基博这个基博哪个不像大妈？基博他这个建模，对，差不多就赢两输一，差不多赢两输一。他这个阵容太垃圾啊！我这三个没有一个好打到车的，然后有一个什么都不是，有一个什么都不是，西格尔奈。哎，又没人了，你妈的！我去杀我先，老朋友。决斗者那个脸也挺难看的、啊。上个铁甲，上个铁甲，上个铁甲，上个铁。哎，对，和尚和尚也行。十五算赢一，你上勾八分。Another fan, huh? I'll try to go easy on you. Hey, 给了。哎，我操，这个没有，哎，红猪，他这人会玩啊，会玩，只能给了，不然给了。你看你会玩，会玩红猪纯心怒啊，给了，看见没？没办法。没办法，红猪就是，哎，算了，不说了，你只能顺从，你还能怎么办？你只能顺从啊。会玩的，你这个红猪什么也干不了，这只能给了呀。你就当我打段位二打三就行了，那个猪当他妈空气就行了。这个狗屎，这个废物，这个脑残，长得又丑，声音又难听，性能又烂。
我去，这个低低头，你他妈的！没了。再提到，给了，给了，给了。和尚吊打其他王禅，我这么说，和尚打其他王禅，他妈降维打击，给了。啊？哎，我操！哎，我操！给了，给了。给了，哎妈妈，嗯，你这个和尚这个手长这个招，还有那个转动，你王朝人你破不掉啊，两坨屎啊，两坨屎啊。The eye, a curse, and a price for my mistake.你看这个后击，后击也没办法。哎呀，这个还有激活这个傻逼平 A， 我的天，我的天哪、啊！这谁想得到？给了，给了，这还怎么办？这死不了了，这还能死得了吗？哎，操！我差你妈，差一点。You are not worthy of this blade. 这打不了啊，算重了。哎，和尚没加强，是和尚本来就不弱。和尚当初砍了，大伙都以为死了，实际上还是强，还是强。和尚还是强，和尚从来就没有弱过。You must be content.靠局下击或者下扫，因为几波那个判定，还、哎、这个脑瘫平 A 慢的要死，没了，这给了呀，这没办法呀，真给了，别跑，别跑啊，对吧？你要再你不再吃我一把，反正你别想走，快点再吃我一把，快点，我欠打，我欠打，无所谓了，这个阵容上不去分了，欠打，来把我再吃我一把分，你不吃我一把分，你别想走啊。不吃我一把分，你别想走！哎呀，操！这人怎么变？哎，他妈变榜一了。The eye, a curse, and a price for my mistake.就这么打，好吧，给了。哎，铁甲，铁甲，洗卡奶，抢不过，这怎么办？
哎，这他妈的摔到，操了你妈的，这鸡婆！狗屎！他妈铁脚，他这个撞拳是他妈假后摇啊，很难摔到的。这假后摇真死嘛了！还有这个铁甲，哎，我懒得喷。直接裸放。这没法打。是啊，鸡博这个鸡博也，我说实话，鸡博只能靠这个平 A 吃饭了，只能靠这个超快的、超远的平 A 吃饭。这还是砍过，他也没有对地拍的。你看那么和尚，你看和尚他那个低，他转动那个低头都能把鸡博这个平 A 躲。鸡博再把那个平没这个平 A 就真垃圾了。哎呀，我不想多说什么了，这是垃圾性能。他敢打，敢打就给啊！敢打就给了，敢打没办法。敢打没办法呀！我赌他不敢打，我赌他会折下的，他直接摧毁，那给了，那给了，没办法，给了，给了，给了。My schedule is win this fight, have a snack later. 哎，这个逼上级不防空啊！你妈了个臭逼啊！另外两个还好啊，另外两个不好，只是不好打呀，他拼刀不行啊。好，给了，算筹。给了，香奶，喜欢披萨。再来吧，不信了，再来吧，再说跑路，再说跑路。哎，懒得喷，这狗屎，三坨呀，好吧，杰特还行，杰特还行，杰特，哎，红猪入土吧，红猪入土吧。啊，给了，给了。这三坨大便啊！还有你们不要以为猪上机只打一段是无责任，上机只打一段你贴脸也得被打，他那个后摇还大，机车还小。
上期只来，但你还是得被爆摔，好吧？我就这么说，还是一坨粪，还是一个猪狗不如的大便。上期只来一段，你照样挨打。你上期只要不是打肉，你就吃大便去了。还有那个后期那个一段前摇还，后期一段太短，后摇前摇太大，吃大便。下期那个前摇那个伤害我懒喷。好的，花招不存在，花招不存在。这也就偏黑用，重击慢死，重击也吃大便。我操，这花招能打到人，牛逼！哎，老板，这闪避上机。我操，这人不爱飞踢，他喜欢大老远就他妈一个花招过来耶，给了。哎，挨两下就挨两下吧，挨两下，行吧。哎呀，这个王朝人，我操，全部死全家。你看你 what the fuck？ 你看你物理拼不过人家，你这个暗影也打不过，你能吃大便啊？哎呀，还破！哈，跳不过去，给了！哎呀，我勒个豆，别破了！跳来。还在他，我操！哎，没了，没逼出来，顺从。哦，红猪能打出这个成绩不错了，好吧？有，空中有，地面有，啊，那么中间这部分呢？哎，没有。是的，我一路谁选啥一个人轰我啊？我一直给了他嘞。哎。排位全是这种死人，这种老外人均他妈脑干缺失，玩这种不带点脑子玩这种死人阵容啊，差点死妈了。没办法，你能怎么办？哎，又破！破。哎，拿下！这个死了妈的马库斯是哪个死了妈？ Spread the word。这排名这么低，你看我玩什么鸡巴阵容啊？我操！我换点阵容，我换个铁甲依图，还怕上不去啊？I hope you're getting plenty of calcium. Your bones are in great danger. 哎，这抢不过杰哥，无敌。哎，我就知道他不打第三下。哎，哦，你说角色排名那么低啊？好吧，那就是我之前排的不对，好吧？之前我给老马这个傻逼往下排，哦，主要是我那个表示加强之前的，好吧？我后面等军团王子午出来，我就排个新表，怎么样？等军团王子午出来，我就排个新表。新表我肯定要把老马海姐挑上了，这两个死麻剑童太恶心了。
直接摔。我操，你再打也行。哎，这个火拳，哎，没办法，这比火拳出的太是时候了。他不出我可以。铁甲这个上级真死吗？最恶心的就是这个逼上级。铁甲没这个上级强度得掉一个梯度，好吧，掉一个梯度。就这伤害又远，他那个判定出的还快，那个脑残想出来的。死了，好，可以，放了一波，哇，我给了，好吧，给了，你能干什么？你能干什么？这死妈铁甲，这个死了妈的破防，这真给了，顺从了，没办法呀 ，counter 呀，他快残了，我杰特挡不掉了。你物理刮不动，暗影打不中了，吃大便了，西卡达奈，下播了，刚好凑满两个小时了，哎，给了，给了呀，这人老外人局没你没点脑子，只会玩这种死妈贱狗阵容的，他但凡玩个军团王，我都算他有操作，好吧，他玩个军团王我都懒得喷。巨王，The Shadow Legion is. I could see the ending. Somehow, I don't want to spoil it. Widow's gonna love this. 铁甲，三毛一图吧。I see my path clearly. Okay, 下播。下播。西格奈，顺从了。我说实话，我现在我已经不气了，我只有点，我有点被气笑的感觉，有点难崩。顺从，下播啊，哎，没办法。老马，人均老马，人均铁甲，人均杰哥，人均都这种死了妈的没了妈的贱狗死妈角色，没办法。铁甲这个上级赶紧砍废，好吧。铁甲把这个上机要么砍霸体发生速度，我说实话铁甲这个上机，他这个上机就把霸体去掉也强，他把霸体去掉也强，更何况他还有个启动速度贼你妈快的霸体，他那个身位还能他妈躲标，哎，懒得喷，下播，拜拜。